三季吧。对啊，这个落两分逆转，落三分逆转。是我们国内有九人的级别。黄金之有跟那个日本打过吗？有啊，前后来输啊。以前啊，以前灭杀人家，不会杀人家，以前他灭杀人家，是吗？对。
来来来来来好好我放三次你还用你背手机听也是可以听啊，放在手里面，队长队长，我爆啊，没有对手，没有人换打，拔出来，没有，就没有打，就是先拔出来之后呢，第八个拿不进去啊，对，那现在后面没打出来，他说哪有啊，他说哪有，他要爆哪，他要爆啊，从哪都不存在啊，那真的有存在，真的有啊，在这个兵兵兵见了也。我是有人报安美琪。
对啊，法国男双输啊。一点打折。他的轻音不要太烂，顶多卡在八强，大概是这样。我觉得他放单打，他不会特别练，也不会到放。他只要前后不要太烂，顶多放应该可以16-8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应该是16了。中国，还来不？现在还没出来，还一年啊！一年还好，我打过啊，是蝎咬的，蝎咬那滚筒蝎咬是最难打的，主要瘦啊，还是蛮瘦。那有个人打到哪个，我们要停下。颁奖啊！领奖了，领完就赶快，我要去找公司。领几笔啊？领奖完，我要赶快去找公司。16-72，72。如果要去找公司，我就找公司吃啊，反正那边快要4点。撑到4点。啊？如果要去找公司，去找公司。你买简单的跟小东西啊，都比这个好吃吧？
反正就是我们真的很知道吃宵夜，终于晚一点回来就是这样。那回来会做到不好的？在小地方帮我们做，我们应该是坐下面，这应该还。我们两点半以前应该会结束。我们到吃饭前，大概待一个小时。啊，日本的就是哪？啊，可是我觉得两点就可以毕业关关了。多少？嗯，四八啦。五分钟吧，可以打十颗球，差不多。出站就跑到公司了，然后叫老师带我们去，看老师要带我们去啊，或者我们自己去啊。